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台湾王警官，也就是说王立明居士来为我们说法。那在还没有讲法之前，我们本会啊要赠送一个纪念品给这个王警官，那希望他把这个纪念品呢带回台湾去，见到这个纪念品呢就见到我们一样。好，那现在呢由我们的主席刘印先生来为我们颁发这一个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呢是马来西亚出名的 Pewter， 就是说那个锡做的一个盘子，希望他能够带回去啊。刘印先生请。王警官，好好啊，谢谢王警官。今晚承蒙王警官从彼岸到来马来西亚，以保马佛总昆仑喇嘛之会为大家见面，为大家主讲怎样获得真实的佛报，这是大家的福。身在福中应知福，我们要惜福再造福。好，我们以掌声欢迎王警官为我们主讲怎么样获得真实的佛报。王警官请。我们先合掌，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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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马来西亚，这里是怡保吧，怡保马佛总，马佛总昆仑喇嘛佛教会的刘会长，还有霹雳净宗协会的李会长，江沙路净宗协会的另外一位李会长，三位会长都到场了，各位马佛总的莲友或者净宗协会的莲友，打开后大家好，大家好。广东话大家好怎么讲啊？大家好。哦，大家好。我是广东人啦，唔识得讲广东话，麻烦啦。没关系啊。如果哈再垫高一点会更好，后面再抬头看脖子会酸啦、啊。能不能再垫高一点？想办法。哎，再垫高一点，哎。再高一点可能是更好。步步高升。哎呀，高处不胜寒呐、啊！后面的脖子会酸吗？不会了哈。所以学佛最重要的是什么？慈悲。一起念，学慈悲。最重要，求智慧更重要。记住，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我们有这句话吧？慈悲一定要有智慧，这个慈悲才会圆满呐。如果慈悲没有智慧，产生祸害啦。所以很重要哦。以前有个故事啊，有一个小孩啊很孝顺他妈妈，但是他没智慧，很愚痴，看到妈妈的头上有一只苍蝇在叮妈妈，拿起斧头就把这个苍蝇给要劈死他，这一劈苍蝇被他劈
剃头。哎，所以人要有智慧啊，不然会做错事情的嘞。所以不能做烂好人啊，有没有听过？有哈、哦。那么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怎样获得真实福报啊？大家都想求福啊，你不会求啊，变成求祸了。福祸两个字，长得像不像啊？真像啊，比那个孪生兄弟还要像啊。所以中国的圣人造字啊，就算你仔细看啊，不要看错啊，要用心啊，才有智慧啊，才会辨别的清楚，不会上当啊。所以自求多福，一起念，自求多福。自求多福。福有真福。福有真福。福有假福。福有假福。福有近福。福有远福。福有就近福。福有就近福。圆满福。圆满福。所以各位，你要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深的还是浅的？还是大福还是小福？大福啊，大福也不圆满啊。究竟圆满福是谁？佛。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干什么？对，一起念，学佛求成佛。学佛求成佛。如果不成，不求成佛，请问你学佛干什么？对不 对， 对，求人天福报，可怜兮兮啊，小儿科啊。把佛法这么究竟的觉悟的办法方法，当一颗棒棒糖在嘴巴舔，那个小孩子吃糖看过没有？那个棒棒糖舔得好高兴啊，能吃饱吗？不可能嘛，不究竟啊。所以佛法是摩尼宝珠啊，无价之宝啊。我们学佛啊，就是要求得这无价之宝啊，求无上正等正觉啊。一般的宗教没有办法，我们不是说他们不好啊，层次的问题啊。就算小求学问受教育，大家都想求觉悟，对不 对， 对，有的读幼稚园 kindergarten， 有的读小学六年，对不对？有的读中学，中学有六年嘛，有的读大学四年，还有博士班呢。所以佛法就是博士班的最高境界啊，学问的最高境界啊。当然它包括五层啊，五层说法也包含小孩小学幼稚园啊。对不对？你要求人天福报，好，就告诉你升天堂的方法，告诉你来世得人生的方法，就是五戒吗？来世得人生吗？修十善吗？修得很好啊，就升天了吗？享天福啦。但是我们啊、哦，佛门的大德啊、哦，李炳南居士啊，常常劝我们啊，天上去却不得，去却不得啊，不能求升天啊。天上快乐啊，快乐的不得了啊，但是它会摔下来啊，很危险啊，听过没有？六欲诸天俱五衰啊，三残天上有风灾啊，任君修道飞飞翔，不如西方归去来。是听吗？对，听有无？understand？ 马来西亚山东语文呢，英文也要修的嘞，比我们学的好啊。但是你们学的太杂了，杂的话就不专了。样样通，一起念。样样通，样样通，样样松，样样松。不就就是不扎实啊，学问不就近啊，这样很容易产生啊、哦，就是不能够成大器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孩子们要想要学中文，从小就给他背诵经典，不能再拖了，要不然的话将来这个马佛种不经过学会，没有佛种啦，没有佛的种子啦，知道吗？我们要慈悲啊，要救我们的子孙啊，要不然都被同化了，都学回学别的宗教去了，有没有？他娶马来姑娘了，是不是学回教了？那你的后事谁办呢？
你说好了。所以这个是大问题哦，一起念，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人要有智慧啊，要看得远，不要看近，不要短视近利，不要好怕麻烦。是啊，教小孩子是很辛苦的，共同成长，陪着他读诵经典，教学相长啊，一不足我们以前学习经典的不足啊，所以要认真的读诵啊。现在读弟子规啊，感觉不一样的，陪着儿子读，陪着女儿读啊，越读越欢喜啊。自要莫如教子，最重要的事情啊，人生啊，是成家立业，最重要是把孩子给教好啊，知道吗？教好的话就不得了咯，他有圣贤的种子，将来你家庭才有真实的福报啊。他会学佛，真正懂得儒家的他会学佛。外儒内佛，一起念，外儒内佛，处世圆融，没有障碍，皆大欢喜，人缘特好，他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能够造福整个国家社会乃至于全世界全法界，知道吗？像净空老和尚，对不 对？他就有这个本事啊。所以他爸爸从小带他去读三字经、百家姓、三百千千，知道吗？三字经还有什么？三什么？还有一个三什么？百家姓嘛，三百千千字文嘛，对呀、啊，三百千千嘛，对不对？千家诗，对不对？再慢慢读到《论语》。所以啊，师父净空老和尚的国文底子从那时候搭起来的。所以从小他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你不让他读中国人的智慧的结晶的经典，你叫他读什么？啊，猫儿叫，狗儿跳，老师来了，同学也来了，真无聊啊！不要你教他也会啊，他电视广告比你讲得好啊，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把小孩子的智力啊浪费掉了，记忆力啊糟蹋掉了，这是我们父母最严重的这个缺失啊，没有把儿女教好，将来在社会上啊不能够成家立业啊，还要靠你养啊！跟你讲真话，我的同事里面就有这样子的、啊。哎呀，我儿子四十几岁了，孙子两个了，我这个我不能退休啊，我还要养他们呐、啊。为什么？儿子不成才，不成器，你看怎么办？到老还要为儿女做牛做马，还要为孙子啊，你说怎么办？所以人要有智慧啊。从小啊，哦，从成家立业就有那种概念了、啊，一定要把家里面弄好，你自己要修行。身修而后家齐，你有这个本事，再治国平天下。要不然的话，国家给你治得乱七八糟，你相不相信？所以说，这个是根本的道理啊。中国圣贤讲的，治天子以治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啊。你会修身，你修佛怎么样？一帆风顺。一起念，会修身，能学佛，会修身再学佛，一定是一帆风顺，菩提道上的障碍就减少很多了。你不懂得修身，哎呀，要去学佛，想要成佛，可能吗？修的翻车的很多了，修的着魔的不少啊，看过没有？好奇勿怪，等于是啊，那种好胜心很强啊，来学佛的话学不好的。你没有这个基础啊，没有儒家做人处事的根本的那个规矩道理，你不懂，基本道理你不懂，你要学佛很困难。所以有一句话叫，一起念：人成即佛成，人成即佛成，要把人格。啊、哦，我们要做的很完美。人格就是做人的资格，一起念。对，一个人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他想学佛，可能吗？不可能。万丈高楼从地起，知道吗？你要建高楼，
最怎么样开始最重要的工作？打地基。地基要扎实，还要认真的把它弄得很坚固。你再高100层的大楼101都没有问题啊。如果你地基偷工减料，不扎实，松松垮垮的，等于是把楼建在沙滩上面，你敢住吗？一海水一过来，把那个沙给掏空了，就垮了。所以各位了解啊，学佛一定要重视啊地基的工作，就是要把儒家的道理搞懂，佛门的戒律弄清楚，守五戒十善，这是最基本的修学的啊要点。要不然的话，哦，好高骛远，哦，怎么样怎么样哈，哦，贪图快速，那会出事的啊，急功近利啊是不可以的。我们谈到福报，人家都知道啊，好像有钱呐，啊，官大就是福报啊，你们认同吗？那是什么福呢？一起念，他好有福气哦，好有福气啊，有福就有气呀，啊。哎呀，气死了！有没有啊？这福气啊，很道理很深的啦。你看福报大的人，他下面很多人啊，惹他生气啊，有的。他有福啊，他养得起他们啊，他能够让他们有工作啊。但是下面的人不见得听他的，有福要有慧呀，啊，福慧要双修啊，你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啊，家长一家之主啊。团体里面的领袖，哦，一个一个团体的这个长者啊，你要有福啊，更要有慧啊，所以福慧要双修啊，要不然就想吃福啦。你看现在好有钱的人啊，一起念，为富不仁，为富不仁，小气巴拉，小气巴拉，猴子搬家，猴子搬家，哎呀。他拔一毛利天下，利天下不肯做，哎，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守财奴，视钱如命，带着钱去见阎王，听过没有？贪呐，啊，没听过啊？好，讲故事。有一个富翁，非常的节俭，临终的时候，快死的时候，眼睛一张开，那古时候就不是电灯哈，是油灯啊，油灯用了两个灯芯，他就很难过，一直看那个灯芯，不会讲话了吗？没有气了吗？可是他眼神一直看那个灯芯，不肯断气。这个儿子知子知父莫若子啊，这个儿子了解他爸爸的心态，他就很自然的把一颗心啊灯芯拿起来吹熄掉，只点一根灯芯，他爸爸就断气了，眼睛闭了。你看到死还是怕浪费啊，真节俭啦，啊，俭是美德啊，太过节俭啦，啊，那就变成什么？太吝啬了，守财奴啦，啊，看不破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呀，啊。他不懂得把这个钱啊拿来造福苍生啊，来救济贫苦啊，他不懂啊，他只是说啊，那个钱是我的，他不晓得他死了，连身体都带不走啊，身外之物带得走啦。带不走嘛，好了，到了阎王殿报道了。小鬼阎良王说，这个人啊平时为富不仁啊，判他下油锅。这小鬼就拿着刀叉，把他叉一叉，叉起来了，只会 丢上油锅，这一叉咚咔嚓，一块铜钱掉下来了。小鬼觉得很奇怪，哎，哪来的钱啊？富翁说，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我的钱呢，啊？你看，阎罗王一看，火上加油，气得不得了。啊，倒了下油锅还想钱？本来不怕你下油锅的，还不至于那么严重，这下子非下不可。现烧，丢了油锅烧。哎呀，那富翁就说话了，阎王，商议呀，啊，咱们商量一下吧，还什么好商量的？哎，油锅要油啊，这油锅的油要多少钱呢？阎王去讲话，20块钱，20块钱，
啊，阎王啊，好，商量商量啊，20块钱，你干脆给我吧，不要退油了，你。办了，你干脆啊，大家太快乐了，霸气充满了。哎，这个人啊，到这个程度啊，还想不开啊，连那个油不过20块啊，他叫阎王省一省啊，干脆你把那个钱给我啊，把我给干爆了。哎，你看这种人贪到这种程度还能住吗？住不动啊。真的苦。真是好笑，真是。你看这小气到这种程度，所以人啊，见利而不见害，就像鱼儿见饵而不见钩啊。鱼钩啊，他见到那饵啊，他看不到钩啊，一咬下去怎么样，命都上吊了。所以各位了解啊，我们对这个欲望啊，在这五欲六尘啊，非常的迷惑我们啊，我们要脑筋要清楚啊，不要跟着感觉走啊，你就上大当啦。就像鱼儿看到食物，哎呀，起了贪心，这一贪就完了，命都丢掉了。这个道理啊，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所以福报要懂得真正的福报要靠智慧啊。这里面只要讲到福业与慧业啊，这个什么是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佛是福慧圆满二福尊，对不对？所以福慧要同时修，而且慧比福还更重要。老师跟你讲，那有的人很有福报，我们都看到了，为富不仁啊，小气巴拉，对不对？不肯利益众生啊，几十亿的财产啊，甚至上百亿啊，他都不肯做好事啊。将来的果报就不思议啦。那么有的人很想要布施行善求福报，但是他执着着相，所以会有什么结果？着相布施生天福啊，他会修天福啊，执着他没有放下，犹如仰箭射虚空啊，就像是我们把箭啊射扬起向天射，一射上去箭飞上去了，势力尽剑还堕，等到那个剑的那个力量上去以后，慢慢消失掉了嘛，力量对不对？势力尽了嘛，剑还堕又回头了，怎么样？堕到地上来了。稍得来生不如意啊，来生就麻烦啦。所以天福享尽，易堕地狱啊，听过没有？有啊。好，不过话虽然这样讲啊，但是我们仍然不可以放弃这个布施这个行门啊，因为智慧与福慧啊，与福德啊，智慧与福德的两个、啊、就好像鸟的两只翅膀一样，像车的两个轮子一样，我们现在车有四轮嘛，缺一都不可以的。你的车子是宾士，缺一个轮子会跑吗？那还很奇怪呢，跑不动的啊。那么学佛这件事情必须要福慧双修，一起念福慧双修，福慧双修才能够达到圣地的希望啊。这个就不用了哈，你们也很想讲话，那干脆我下来不讲话，让你们上来试试看好不好？一起念，台下布施台上福，台下布施台上福，知道上台不容易的，会摔下去的，知道吗？弄不好就摔下去了，摔到地狱去了，真的。好，所以古德讲了一句话，修福不修慧，福里还遭罪呀、啊、
你的福里面会造罪业啊。修慧不修福，入道多艰苦啊。如果你光修慧不肯修福，你修成功了也很苦啊。为什么？有没有听过？一起念：罗汉脱空波。你看罗汉脱空波啊，罗汉是圣人呢，四果罗汉呢，断的见思二惑的，神通道力又神通具足啊，无可以知过去未来五百世的事情啊。既然他是化缘啊，没人给他吃啊，俗眼不认识你是罗汉啊，他也没有说我是罗汉啊，不会这样讲啊。真罗汉绝对不会卸身份的，知道吗？真菩萨绝对不会告诉你我是菩萨，告诉你他是菩萨的他是丑萨。你要搞清楚哦，妖魔鬼怪他会告诉你他是什么人，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么俗话也有一句话佛经讲了啊，修慧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璎珞。你看那个大象啊，你看印度国王的大象对不对，披了好多璎珞啊，哦，所有的人要伺候大象，大象只伺候国王，有没有？还有相夫啊，帮他洗澡啊，帮他弄喂食草啊，还盖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给他住啊，有福报啊，比人住的好啊，哎，装饰比人高贵啊，宝物带在身上啊。他是畜生道啊，记住啊，畜生道呢也很有福报的。你们家养的宠物有没有 ？Pet， 一起念 Pet， 宠物。很有福报，没有智慧，所以才堕入畜生道啊！愚痴变畜生，知道吗？你会修福报，可是愚痴啊，没智慧啊，拼命去修那个吃福啊，将来你就想吃福变畜生。鬼道里面也很有福报的，也有福报的鬼啊，是多财鬼啊，啊、哦，还接受人间的祭拜供养啊，哦，还是很多香火的呢。就是过去修福报嘛，修得多嘛，但是贪心呢、啊、还有啊，执着啊，变鬼道里面的有福报的鬼王啊，大鬼王啊。所以各位，我们念佛修行要扶助烦恼，当然最好能够断烦恼，但是很难，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要断烦恼非常难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佛劝我们到极乐世界再断三惑啊，见思惑啊，尘沙惑啊，无明惑啊，在那里容易断啊，断尽了惑就成佛了吗？就成佛了吗？在我们的娑婆世界，你要想找一个断见思惑的太难喽，几乎找不到啊。断惑有多困难，各位了解不了解？什么叫惑？见惑，见解上的错误；思惑，思想上的错误；见惑，八十八死吃货八十一品，听到这个投诉就头痛啊，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人天天生长在烦恼之中，不知道什么叫烦恼。你有没有听过？哎，我没什么烦恼，哎，我很快乐，哎，他不知道什么叫烦恼啊。他那个快乐是暂时的假象啊，利用这个五欲六尘啊，吃喝玩乐，但是麻木他的痛苦啊，烦恼减低他的烦恼。就不就近，不就近啊，一个境界一来马上就起烦恼，你信不信？所以凡夫俗子啊，天天生活在烦恼当中，不知道什么叫烦恼啊。学佛就要断烦恼，至少要扶助烦恼不起现行，我们念佛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听到各位念佛念得好快乐哦，这磁场特别好，一来我就很有精神。很抱歉啊，李会长昨天在四元酒店没什么精神啊。想法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有没有感觉？佛力加持，道场就是道场，佛菩萨都在这里啊，各位就是佛菩萨，你都不知道啊。未来佛不要那么高兴。还在学习的过程，修行啊啊，修行啊，正在学习啊，还没有成佛啊，知道吗？我比如说人家说你，哇，你是佛菩萨，你就很高兴啊，我真的是佛菩萨。你上当了、啊、
名字菩萨，名字菩萨，有名无实，有名无实。但是里面也许真的有真正的有功夫的，我不知道哈、啊，挂一漏万，不好意思哈、啊，还是有真有功夫的，只是他不会讲，他绝对不说，知道吗？所以这个道理很重要啊。我们了解，任何宗教修了半天，只能升到天上。天有二十八层，一起念：天外有天，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人外有人。每一天是不一样的。各位知道，四王天、刀立天，哦，这都是欲界天；六欲诸天即五衰，刚刚讲过了。这六欲天呐、啊，天人要死的时候啊，有五衰相现。他头上的花会凋谢，花冠萎脆，一个现象啦、啊。身上的衣服啊，这个腋下会出汗呐、啊，这里会出汗，它不流汗的。那么还有是，最后是不乐本座，坐不住啦，就怎么样，快死啦，眷属远离你啊，通通跑光光啊，这真大恐怖啊。有的这个刀立天的天王啊，看到自己快死啦，他有天眼通，一看，哎呀，来世要堕到哪里？娑婆世界的，一个是驴子 ，donkey 耳朵，驴子不是耳朵很长吗？耳朵里面有虫啊，牛虻挡疮会生虫啊。这个天地来世变成驴子耳朵里面一颗虫，他一看到生大恐怖，赶快去求啊佛啊，怎么办呢、啊？不要堕下去啊！忏悔灭罪，不堕恶道，一起念：忏悔灭罪，忏悔灭罪，不堕恶道，不堕恶道。所以，因此就不要堕在畜生道了。他肯忏悔，皈依三宝，真实忏悔，不堕恶道。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你说是不是？学佛，你只要修得好，认真修，有福报，学到净土法门。你这一生就可以成功了。各位，我们这个佛教会看这样子好像修净土的，对不对？偏送净土，对不对？啊，有没有老实念佛？哎，你又上当啦！我们正在老实，但是还没有老实，应该这样打、啊、我们正在学老实，还没有真老实，要谦虚，一起念。谦虚是美德，谦虚是美德。过分的谦虚变成虚伪啦。所以《了凡四训》有讲到谦德之孝，蔡礼旭老师的《弟子规》，他真的表里一如，他真谦虚啊，他不是虚伪耶。我看到他，我就很觉得很惭愧耶。这么大把年纪了，人家32岁，英雄出少年，我53岁了，还是这个调调。哎呀，难过啊，哎。真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看到比你好的，值得你学习的，你要发心要学习他，要得佩服他，打自内心的尊重，不能够产生妒忌障碍，见不得人好，自己更糟，知道吗？所以人类的心理啊，我们讲啊，要随喜功德啊，所以蔡礼旭老师讲的功德，我只占了一半了。这才有智慧啊，有没有？普贤十大愿王怎么样？礼敬诸佛，后面还有讲随喜功德。各位要学习随喜功德啊！会长那么辛苦，对不对？哎，你就站在会长随喜功德，你的功德他做了半死，你就一半了，很好修啊，知道吗？人间处处是学问呐、啊，就看你心专不专呐、啊，你肯不肯学。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要认真学习啊，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你不进步就退步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有障碍啊，五浊恶世啊，烦恼重，挫折多，执着深，业障重，所以修行的路上很多障碍。我们要一一的克服，知道吗？要有勇气，要有毅力，要有魄力，不要吃了一点苦哦，向后退，我不修啦，你不修你麻烦大啦。短短的数十年人生，
不懂得修行，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啊，得到人生是宝啊，这段时间几十年就像你进了宝山啊，你可不要走进了走出来宝山两手空空见阎王啊，惨喽，知道吗？所以要了解这个意义，人生为什么你可以得到人生，当人多么的珍贵，为什么佛祖不在天上示现成佛，不在三恶道示现成佛，偏偏在人间示现成佛，它的意义好深啊，因为天上太快乐了，乐不思蜀，很难修行，知道吗？一起念，富贵难修道，你看总统大人、部会首长、皇帝老子，他们肯是在念佛吗？他们肯天天做这个佛事吗？早课晚课很认真，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你光看那个企业家都很难看到了，何况是那和他的高官显宦有权有势的，难啊，稍微有一点有钱的他都跑到那个酒店去摆一桌了，请客啦，哎呀猜拳啦，好啊，吃喝啊，快乐啊，不知道造罪造业啊，所以富贵的人很容易造业啊，一吃多少条命啊，听过没有？哦，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好了，阿弥陀佛。那么天上不好修，修罗道，阿修罗道，妒忌心重，好胜心强，嗔恚心重，一起念，妒忌心，好胜心，嗔恚心，到底我有没有要检讨？如果你在佛里面做事情，你还有妒忌心、妒忌障碍，你还会生气、嗔恚心，你还是想要好胜，哎呀，烧第一炷香啊，抢那个头香啊，抢那个公头主座啊，行不行？不行啊，知道吗？这是好胜心，修了半天变修罗啊，麻烦大了。哦，好，修罗不好修啊，嗔恨心重啊，很难入道的。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听过没有？火烧功德林啊，你怎么修呢？天天发脾气啊，一天好几次啊，所以修罗很难，很难修，这一道很难修。那么鬼道、畜生道、地狱道苦不堪言啊，没有办法修啊，真的很难啊，不要说畜生道就好了，就很难啊，天天想为吃啊去找食物啊，他听得懂佛法吗？你会讲中国的话吗？你看哪一个法师有这个本事跟动物讲话？除非他是法身大师，他是阿罗汉，他证了果了，可以，一般很难啊，语言上有障碍啊。佛可以，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谁类各得解，蚂蚁都听得懂，知道吗？佛是最高智慧的人啊，无量的神通智慧啊，我们不行啊，我们是凡夫啊，你不帮我煮饭我就饿死了，所以很感谢这位父，这些就是很多照顾我的护法哈，要回向给你们呐、啊，时时回向，一起念，时时回向，时时回向，知恩报恩，知恩报恩，不要忘恩负义啊！人家对我们滴水之恩呐、啊，我们要涌泉以报啊！所以我每天拜佛回向啊，都回向那些我的恩人呐、啊，弘法利生啊，帮助我的、协助我的、照顾我的恩人呐、啊，一起念，不知恩者，不知恩，多遭横死，不知道。报恩的人啊，所谓忘恩负义的人啊，会死于非命啊。你看你的隔壁邻居啊，或家亲眷属啊，爸爸妈妈对他很好啊，他忘恩负义啊，不懂得报答父母之恩啊，很容易死于意外啊，真的。朋友反目成仇，忘恩负义啊，也是一样啊。他照顾你一辈子，结果你为了一点点事情，一生气，忘恩负义，还诅咒他，这个人绝对没有好下场，不会做人啊。一点点小的旧怨就忘了以前人家对你的多大的恩德，这是人类的心理的弱点，很容易犯这个毛病。所以我们看常常看到有一本那个我们金钟协会穿的衣服上面写什么字？知恩报恩啊，孝亲尊师啊，有没有？
有啊，羔羊有跪乳之意，乌鸦有反哺之恩啊，动物都懂得孝顺啊，人怎么可以不如动物呢？弟弟妹妹听清楚啦，好好孝顺父母啊，好好认真学佛啊，劝父母求生净土，你才是真正的大孝子，知道吗？孝感天地，女儿心，听过没有？女儿真孝顺呢，儿子还没那么贴心呢。老师说有这个现象吗？末法的现象是这样子，所以很多往生的这个菩萨哈，都是女儿孝顺啊造成造就的人。所以我们生男勿欢喜，生女勿悲伤啊，知道吗？男人男生女生一样好啊，甚至女生还超过男生啊，男生有了老婆忘了娘听过没有？哎，所以妈妈很难过啊。不过有的妈妈也心态上面她没学佛也很麻烦呢，看到儿子喜欢媳妇，那个女人把我的儿子给抢走了，难过啊，有没有这个心态？有，那就麻烦大了。所以要劝妈妈来学佛，她就不会执着儿子是我的，儿子也是媳妇的嘛，对不对？儿子是大家的嘛，那就不要执着了。那天天看着儿子你还会睡觉啊，那就麻烦咯那就麻烦咯所以啊，老人我们做儿女的要懂得让他养他的心，养他的智很重要，不要光养他的身体给他饭吃，这太不就近啊，而且太没有智慧了。动物我们也养他，也给他东西吃啊，那你若是对父母不敬，不让他提升他的智慧，老人就容易患得患失。一起念：老之死，戒之在得。你看老人家有很看不开的，一点点钱都很计较的。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老菩萨，四天庄有个老菩萨，80几岁了，天天在念佛。他先把他的金戒指什么财产全部布施光了，分给他儿女了，做好事去了，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念佛容易往生，知不知道？他通通舍掉了，通通放下了，导致他有必死之心，绝不贪恋娑婆世界一草一木。所以各位，你们喜欢戴金戒指的、金项链的啊，要早点处理处理。这个人啊真的是贪心是与生俱来的，贪是最烦恼的，贪嗔痴啊最严重是贪啊，很麻烦的。好，地狱啊苦不堪言啊，鬼道啊没东西吃啊，大部分的鬼都没东西吃，叫恶鬼道嘛。木莲救母看过吧，神通不敌业力，知道哈，所以才玉兰盆节请很多高僧大德请那些出家人共同的力量来替他母亲修福报，来超到天上去，否则他那锅饭拿下去给他妈吃，他妈又牵贪，恶鬼牵贪嘛，别人要抢他拒绝人家吃，然后水里面冒火，那食物吃不下去，业力使然啊，吃不动了，所以神通不敌业力啊。所以佛门讲究孝道啊，盂兰盆节啊，就超度你的祖先啊先人啊。所以任何的宗教里面这个力量不够的，你对你的祖宗啊你要尽孝道要靠佛法，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里面不失鬼道啊，放焰口啊，他念那个甘露真言啊，开咽喉那个真言啊，那个鬼的喉咙很小啊，肚子好大，这边冒火啊，吃不下去啊，所以放佛门的施食啊，放焰口啊，放蒙山啊，都是救济鬼道的众生啊。所以佛法真慈悲啊，普度一切众生啊，不是光人道而已啊。那佛法在世间主要是对人啊，希望人道啊，你得到人生的赶快成佛，不要再轮回了，怎样？我看大家眼神怎么有点呆滞啊哦，不是呆滞，对不起，是专心专心专心哎呀，我讲错话不得了啊真的走不出去啊，被打死啊有实话讲嘛，对不对？
不能讲了，俗话不要讲了。啊，讲到这个地狱，苦不堪言啊！一起念：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是佛祖释迦牟尼佛对我们这个世间的最恳切、最重要的开示。英光大师文昭特别强调这句话：众生啊，不知道地狱的痛苦啊，比人间的火烧水冲那个痛苦要深无量无边倍啊，是我们不可思不可议的，是我们言语没办法形容的，是我们想象力是达不到的，想不出来的那个痛苦。地藏经的描述还不到地狱的万分之一呢。各位读过地藏经吧？所以各位真了解真实的现象啊，哎呀，哪敢混啊，拼命修啊，分秒必争啊，了生死啊最重要啊。来到这个世间做人啊，就是要有强烈的出离心，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知道吗？业力死啊，真心佛啊，法身佛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不是叫把人家给杀死了，不是这个意思，杀自己的业力啊。真的要真的要好好的念佛拜佛读经，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自尽其意，才能够消业障啊！要不然我们的业障很重啊！虽然当人不容易啊，人生难得，念佛法难闻，中土难生，净土难遇。你们以为很简单啊？不简单啊！各位都不是简单的人物啊！能够坐在这个佛教会啊，欢欢喜喜的听佛法，还听净土第一大法，八万世界法门最特殊的法门，特别的行门，念佛法门。你们不是普通人啊，你们光他们笑啊不行的，要懂得里面的意义啊，真的很重要啊，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哦，你看佛在经上常常勉励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人生最可贵啊，因为容易修道啊，易进道啊，容易接触到佛法，容易觉悟，容易解脱啊，其他道不容易啊，刚刚都讲过了，不容易的。所以人道的好处，一起念：多苦易起觉悟，多苦易起觉悟，因为人生苦多乐少啊，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逆境太多了，所以你容易成觉悟的心啊，启发你的觉性啊，所以一起觉悟。那么小安能过修道，人间啊有小康之家，各位都是小康之家，有没有讨饭的？没有吧？再穷有个屋子可以遮蔽风雨吧，租也可以租到吧，对不对？只是经济上没那么宽裕而已嘛。所以小安，你有这个小安的境界啊，环境你就能够容易啊修道。所以人道苦多乐少，能得到小安稳小康之家，这是最可贵之处啊。人生真的是不容易得到啊，得到人生就有什么呀，解脱机会。一起念：解脱机会。对，其他道不容易，真的很难。我们在六道里面这一生好不容易得到人生，若是不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跳出六道轮回，你得到的人生等于没有得到啊，空来一场啊，太可惜啦。难得，什么难得啊？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用比喻啊，机缘喻，一起念：机缘喻。用机缘来比喻，太难啦。第一个比喻，高山垂线穿针，一起念：高山垂线穿针。佛讲的这个山呢，是须弥山最高的山呐，不是我们世界上的喜马拉雅山呐，不是啊，那个小儿科啊，小巫见大巫，知道吗？所以在这最高的须弥山上，从山上一条线垂下来，山下放了一根绣花针，针有针孔，对不对？山上那根线头穿到山下绣花针的针孔里面，得一次人生，难不难？真难啊。
要说什么？从这个讲台下面垂根线下去，讲台底下有个绣花针都很难呐、啊。你看到吗？电扇在吹，这个线很轻，一飘，线头就歪了，你手还在发抖，对不对？哎，难呐、啊。就是说，得人生的机会这样的渺茫，我们是须弥山的山顶那条线，啊，恰巧就穿进了人道这个针孔。真不容易啊，对不对？一起念，真不容易，真不容易，要好好的珍惜。好，第二个比喻，盲龟浮木伸头，一起念，盲龟浮木伸头，盲龟浮木伸头，乌龟的眼睛瞎啦，叫盲龟啊。大人的一个浮木啊，漂流的一个木头啊，木头里面有一个洞哦，板心里面有个洞，盲龟到处飘。这个木头也到处飘，飘到最后乌龟的头刚好啊，这个伸到那木板的洞里面啊，出了洞，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这两个形容是机缘，太不容易了。要知道佛说的话是圣言量，我们要相信佛是绝对不打妄语的。金刚经说，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啊！你看佛的舌头伸出来可以飘到脸，对不对？无量劫来修的人，广长舌相还可以骗覆三千大千世界，那个意思就深了。可不可以舔到鼻尖？在六道里面很难投到人道。量数欲，我们从数量上来比喻，爪土及大地土，一念爪土及大地土，爪土及大地土。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啊，奇树几孤独园哦，盖奇园精舍啊，建房子的时候，那么佛陀带着弟子们去看工程，那么佛就在地上抓一把土，然后撒到地上，指甲上自然会有点灰尘了、啊，对不对？那么佛的一个动作，一个表示，那么他的学生就会答问呢、啊：“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佛没有戏论，不会开玩笑，一举一动都是给人启发的、启示的。那么佛反过来就问学生：“你看我指甲上的土多，还是地上的土多？”这还用得着问吗？当然是地上的土多啊！佛就说了：“我们现在世的人啊，死了之后啊，来生再得人生的这个数量，就像我指甲里面的土一样。”死了以后不能够得到人生的，就像大地土这么多啊！所以人生难得啊，一生要延迟五戒十善啊，来生才能保得住人生。我们有没有做到啊？五戒十善啊，如果五戒的力量薄弱，来生得人生的机会就显得很渺茫了，不容易咯，你不要以为简单咯。所以大多数的人来生都到哪里去了？一起念，三恶道去了，三恶道去了，贪心重变恶鬼，贪心重变恶鬼，嗔恚心重堕地狱，嗔恚心重堕地狱，愚痴重的迷迷糊糊，是黑非白颠倒，邪正不分不清楚，堕畜生道，叫愚痴堕畜生啊。贪嗔是三毒烦恼，是三恶道的业因。所以佛教导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勤修戒定慧，念，勤修戒，熄灭贪嗔痴，熄灭贪嗔痴。所以我们要断贪嗔痴啊！为什么？不堕三恶道啊！佛菩萨苦口婆心的为我们好，我们没有法子报答，他也不需要我们报答。这是数量上的比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一个明眼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看到现前这些大众看得清清楚楚。老师跟你讲，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看我们每一个人，他都知道我们会到哪里去，哪一个人在往佛道上走，哪一个人在往地狱道走，哪一个往畜生道走，这是有智慧的人都清清楚楚。现在还没有去，已经在地狱报名注册了，真的。所以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是什么样的行为，
将来就会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修行要从哪里修？从自己的心行上去改去修。这一切法都不贪，连佛法都不能贪哦，知道吗？那世间法就更不要讲了，就不会堕为鬼道。你贪佛法一样变鬼，变有福报的鬼。好，所以这一切逆境都不能称讳。在家里面最好试验，你对你老婆会不会生气？对你儿子会不会生气？会不会？你最爱的人会让你生气，知道吗？因为你舍不得他，你对他期望很高，你执着他，所以你很容易发脾气。别人还不见得会，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哈、哦。所以这个你在这个境界里面去历练，去考验自己的起心动念，怎样咯？啊，怎样哈？啊。这里有福建人哦，听得懂。好，所以对于正法邪法我们要分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迷惑，就不会做畜生道。所以你看很多人在学习啊各种宗教或者各种外道甚至邪教，他分不清楚正邪，他搞不清楚是非，怎么样？这种人怎么样变畜生啊？很麻烦的。时间来比喻，我们刚刚讲的机缘上比喻很困难，时间上比喻啊，各位去了解一下哈。天鬼欲似寿长，一起念。天鬼欲似寿长。天道、鬼道、地狱道的寿命好长哦。阿鼻地狱的一天等于人间的3700年，这么长啊？它的寿命是论劫的，知道吗？惊之一然哦。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号称5000年的历史，不到阿鼻地狱的2天，知道吗？所以好人不要笑坏人，坏人前脚下地狱，好人后脚就跟到。地狱很有严重的时差跟人间，严重的时差你们知道吗？你们到美国到欧洲不是有时差吗？那它是小的，一个地狱的一天。最深的地狱等于人间的3700年呢，你吓坏了，不说不知道，说了吓一跳，呵呵，麻烦大了。所以要听经闻法开智慧。鬼道的一天等于人间的1个月，初一十五拜一拜，有的鬼就可以吃得到，但是很多鬼吃不到，知道吗？呵呵，好，人类的寿命太短了，人生苦短，有没有听过？一起念，人生苦短，人生苦短，光阴易逝，光阴易逝，不回头。你再有钱也买不回光阴的一秒钟，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光阴，一寸光阴一寸命光，念。一寸光阴一寸命。四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啊？不要苦中作乐啊，知道吗？没有什么好贪的，这个世间这个都假的幻象啊，乐不止就变成苦啦。你爱吃，你给我吃了3碗你就胃痛啊，可见他吃不是快乐。你喜欢喝冰水好快乐哦，你喝了3碗你就吐了，乐不止成苦，念。你喜欢跳舞，跳不准停，跳你胡说八道，真的跪下来了会不行嘛？那是暂时的感觉，麻木你的心嘛，认为你那个你认为这就是快乐，在无意中寻快乐啊，很可怜的。所以人要回头啊，一起念，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对，很重要的。那么七佛是人已生，七佛出世了还是当蚂蚁啊？一起念，七佛是人已生。这个故事也是佛说的，在七树里孤独园，佛看到一些蚂蚁，就问他的弟子，弟子们很多都证得阿罗汉果，有都有宿命通吗？至少500世吗？你们看一看他这个蚂蚁，七佛是人已生啊，阿罗汉的天眼宿命通观察不到啊，因为阿罗汉只能看500世，佛能看到无量劫前的宿命啊。
众生宿命深难测啊，唯佛一人啊能知道啊。所以藏教佛从修行到成佛要三个阿僧祇劫啊，七佛是21个阿僧祇劫啊，他还是蚂蚁啊，不是说蚂蚁可以活得那么久啊，寿命那么长啊，不是，是他愚痴执着。一起念，愚痴执着，愚痴执着。蚂蚁认为这个蚂蚁身就是他，所以死了之后还是投胎当蚂蚁啊，到了七尊佛过去了还是蚂蚁啊。所以佛看到之后非常的叹息啊，感慨啊，畜生道不容易脱离畜生身啊，很难的呀。所以畜生愚痴执着，所以不容易出离这个畜生道。那么德为大幸，我们得到人生啊，人生容易接近佛法，容易觉悟，容易修行正果啊。所以人生难得，德为大幸。一起念，所以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能够自杀吗？看到失恋呢就想跳河跳楼，哎呀，自杀是灾难的开始。一起念，所以说不能自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师也，自杀是大不孝啊，下王死城啊，很难超生啊。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你把自杀的勇气拿来念佛，过度三昧不睡觉90天，你试试看，保证你正得念佛三昧，你必死之心嘛，豁出去了嘛，拿来念佛嘛，念佛成佛，念念佛成佛，对不对？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嘛，你发这个大愿拼命念啊，你的旁边的鬼啊都超度了，你不知道冤亲债主都看你这样发大心发真心，他们就不找你要命了。凡是人想自杀都有鬼在作祟，一起念，凡是人想自杀都有鬼在作祟啊，他们想要找替身啊，知道吗？淹死的人啊，吊死的人都要找替身啊，都要找替身，所以叫做替死鬼啊，替死鬼，听过没有？中国话用词简字浅字啊，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呢，还挺有学问的哦，所以我们要认真的读，回去不要看电视，好好读诵经典，知不知道？电视是魔鬼，不要乱看啊，不是讲经说法，最好不要看。那么你有这个勇气决心要珍惜生命，把西方净土修成功了，说实在的，真正修净土啊3年时间就够了。你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上，3年修成功的人非常之多啊，说实在的，你老实修3年可以修成功，真的是这样子。可是这里头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切万缘放下。一起念，万缘放下，万缘。我们之所以修不成功，因为是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来到念佛堂念佛还想到家里面的孩子没有钥匙进家门，会啊，常常这种妄想起来啊。啊，刚刚问到一个年轻人告诉我，哎呀，他的妄念特多啊，念阿弥陀佛还拿妄想啊，有方法的，念佛有方法，一起念，念佛有方法，方法能摄心，方法能摄心，我们待会再说好不好？啊，到结论哈，别忘了提醒我，我怕一忘了讲的都忘光了。好，这是大障碍，胡思乱想太多了，是我们修行严重的大障碍，所以我们要把身心世界通通放下，像印光大师一样，把死字贴在床头上面，其实贴在额头上，天天照镜子看到一个死字在头上，是什么意思？提醒自己啊，我快要死了，万念俱灰，万缘放下，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这才是正经事啊！不放下是累赘，念不放下是大病，不放下是大苦大难，放下就得大自在啊！刚刚讲的人生难得啊，
现在我们在强调佛法难闻啊，有福报的人才能够亲近闻法，没福报的人你接佛堂都进不来，知道吗？愚痴的人进来了听不懂，三枪打不透，青蛙跳水扑通不懂，那听不有听到那就麻烦了，没福报嘛。说闻道佛法是机缘，这个机缘非常的难得。今天你看全世界有70亿人口，有几个人在一生当中听到佛法？很难呐、啊，医保有几个人啊？几十万嘛，华人有一半嘛，怎么来佛教会的就几个啊？太稀有啊，太难得了，快鼓掌啊！所以闻到佛法的机缘实在不容易啊！一起念佛法为宝。佛法为宝，佛法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佛法是宝。什么叫宝？宝的作用，宝是有用啊。我们人要是得到了财宝，我们的生活就没问题了嘛，对不对？可以过得很富裕的生活，是这个意思。那么佛法能够帮助我们破迷起悟，离苦得乐。一起念：破迷起悟，破迷起悟，离苦得乐。离开三界轮回的痛苦啊，得的是究竟圆满的快乐啊，这是我们人生所向往的，所追求而追求不到的。那么佛法里头就有，所以世间人啊，求福报啊，求是假的，暂时幻有的富贵，人间富贵，花间露水，花间的露水，太阳一出来就蒸发掉了，时间很短暂，有没有？有哈。那么不遇不争啊，佛法确实不容易遇到啊。我们现在遇到了，未必是真的啊。遇到了也有，也许是有假佛法，听过没有？不是真佛法，遇到的不是真佛法，跟没有遇到佛法是一样的，不能够成就啊。你跟他假的佛法学。一起念：迷上加迷，苦上加苦，不能解决问题啊，不能解决我们的生死轮回问题啊。所以现在很多邪教很兴旺啊，人还特别多呢，庙盖了一间比一间多啊。你们这里就有啊，我不能讲啊。我不欲不争，念不欲不争，不解不信，不解不信，遇到了真正的佛法不了解，大藏经看不懂，那也得不到好处，看懂了又未必会相信。你看很多大学教授、天主教的神父买了大藏经回家看，去研究参考，但是他不相信啊。所以不信也是枉然的，能信，信了之后又不愿意修行啊。各位都信了吗才会进来吗？可信了也不见得很认真修行啊，所以他还不愿意啊，哦，还觉得世间很快乐啊，我还没享受够啊，我不甘心啊，对不对？嗯，所以这也不行。信了之后要发愿，有愿又不肯力行，或者肯力行，行了不肯又不努力，进进退退啊，这样一层一层的淘汰，剩下来就没有几个人啊。你们是不是那剩下来的几个人啊？自己问自己，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学佛？但一淘汰下来，可能不到几千个，全世界不到几千个真正学佛的，不到一万可能。岂不是佛法难闻吗？是不是佛法难闻？是哈、哦，闻为大幸啊！你听闻之后啊，确实又遇到真正的佛法，又能够了解，又能够相信，又能肯发愿，又努力依教奉行。哎呀！没有几个人呐、啊，所以这是要真正要觉悟的机缘，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开经偈上，开经偈上有一句话，一起念：百千万劫难遭遇，其实不止百千万劫啊！好不容易得到人生，又遇到正法的机会，这一生不能不成就。各位想成就吗？声音太小了。这一生要是不能够成就的话，怎么能对得起自己呢？
甚至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父母师长，对不起一切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你不成就你怎么度？你不能度他们，他们都苦不堪言啊，我们就对不起众生啊。我们得到人生最珍贵的，遇到正法最殊胜的，还遇到净土啊，更难得了。所以要好好珍惜，认真把握，不要打混，知道吗？这里没有钟啊。对对，放在这里，让我瞧一瞧，我才知道时间怎么过的啊。时间有时候搞不清楚啊。好，各位，既然我们听到了佛法了，听到了最殊胜的净土法门了，我们要了解净土法门的殊胜，你才会珍惜，要不然的话还是束缚掉了。很多人啊很羡慕佛经的理论，一般学者闻到佛法之后啊，对于佛法的道理啊都升起了羡慕的心，而且佛法的理论经典理论解释非常的丰富，博大精深在理论上，在事项上解说的非常的周备圆满详细，方法它有非常的精细，告诉你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还有无量的法门，所以很多人听到了就还要想去学，就把它当成研究的对象了，变成佛学了。所以世间有种佛教的形式出现，这世间就是佛学的形式，大家喜欢研究。不但是在宗教界里面，学术界也非常的向往学习佛法，多数人都把它当作学术来研究这一条路在世间法里面也能有一些成就，但是对于自己的生死大事却是疏忽掉了。实在讲啊，真正能够觉悟到自己生死大事的人太少太少了，这个事情疏忽掉了，疏忽之后真是苦啊，这里的苦头没有见到，没有尝试到，没有办法想象到，没有办法去体会，可是这些苦难就在眼前。所以佛观察一切众生愚迷颠倒，称之为可怜悯者，一起念，可怜悯者。所以要想离苦得乐，只有自己觉悟，唯有自觉才能离苦得乐。那么佛菩萨在旁边帮助我们觉悟，如果我们自己不觉悟，佛菩萨也帮不上忙，也是无可奈何。那么讲到修行，修行要吃苦啊，所以佛门里面有些苦行，听过没有？大家一看，哎呦好苦哦，那个苦，所以说修行还不是很苦啦，那苦行真的是比较苦啊，就会产生畏惧。要想到佛经讲的断惑难，惑是迷惑嘛，见是烦恼嘛，佛经曾经有个比句嘛，四十节流啊，流是瀑布啊，譬如有四十里宽的瀑布啊，你能一下子把它阻挡住吗？使这个水不流动吗？大家想想看，这有多大的力量啊！这比喻断烦恼真困难呐、啊！念断烦恼真困难，时间长，要断八三界八十八死的见惑之后，还要断了见惑，就证得出果须陀丸，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才能够把私货赚尽呐、啊！时间实在是好长啊，人间岁月短呐、啊，天上日月长啊。道立天一天等于人间的一百年呐、啊，他可以活一千岁啊。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一天等于人间的一千六百年呢、欸，等比级数这样上去的人。所以天上一日，人间千年呐、啊。说的没错啊，还有比千年更长的时间呢，哎，他寿命长啊，所以时间很长很长，你要证四果，从出果证到四果，太长的时间了。三生七劫，中国人算万万为亿，万亿为兆，以兆作为单位呢，
上面是一千，中间八个万，下面一个兆，叫阿僧祇。下面还有个劫呢，就算是小劫吧，1679万8000年一个小劫，大劫乘以80，你就知道了。你看三大阿僧祇劫，还得了啊？天文数字啊！所以要圆满佛果，必须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太长了 ，very very too long， 不可想象啊！所以常疏佛学啊，就疏忽修行啦、啊；常疏学佛啊，就会疏忽修行啦、啊。所以在佛学学术上去钻研，疏忽的修行，这种修学等于是说食鼠饱，念说食鼠饱，说食鼠饱，肚子饿了 ，very hungry， 说这个菜不错，那个菜不错，说了半天都不错，就是不肯开口吃，你还是饿啊，肚子还是空空的啊，对不对？哦，说食，那鼠饱呢？各位有没有看过 cashier， 银行的出纳，在点钞票啊，是不是他的？不是吗？这就是说食鼠饱啊，一天到晚算钞票，都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我们学佛最怕走上这条道路，各位有没有说食鼠饱，不可疏忽的修行，与自己的生死毫不相关啊。所以学佛一定要断烦恼，要转世成次，这才是功夫，才会有效果，才会有成绩可言啊。烦恼不断，就是说是出宝。每一个人都想有成就，而许多法门确实有它的困难处，不好修，不适合我们现前来修学。所以佛开的法门呐、啊、这么多，就是对我便利我们来选择。那么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方法来修学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就能够帮助我们断烦恼，帮助自己得到清净心。在一切法门里面，佛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大方向，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念正法，换句话说，修戒律、禅定、净土这个时间都能够成就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就过了1000年啊，戒律就成就就很困难啊，这时候禅定可以成就。所以你看印度传到中国是相法时期啊，哦，禅定啊，禅风很盛啊，中国的禅风对不对啊，出了很多大禅师啊。那么修戒律修禅定，这时候相法时期啊，戒律成就就很难了，要靠禅定才有办法成就，净土也可以成就。这时候那么末法时期，我们现在是什么时期？佛灭度了3000年啊，末法的第2000年啊，众生的福报浅啦、啊，业障重啦、啊，烦恼重啦、啊，情执深啦、啊，修行就不更不容易了。所以末法时期只有净土修行才会成就。所以佛在大基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末法一人修行，汉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啊。末法时代多少亿人的修行人啊，多如牛毛那么多啊，可是有几个能够修行正果的、了生脱死的？太少太难得了，凤毛麟角啊，那么少啊。但是如果末法时期肯老实听佛的话，做佛的乖乖牌学生，坚信净土能够修成功，那就万修万人去，一起念万修万人去。所以真正能成就的净土宗啊，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待业往生啊，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学佛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奇物怪，一定要老老实实的修学用功啊。特别法门就是用特别介绍末法时期的净成就，这是一个特别的捷径。门于大道敬业，门就是指84000法门，84000法门之外有一个特别法门，大道就是成佛之道啊，就是净土净业法门啊。这个法门称为二力法门，二力法门，有佛力，有智力，
除了净土法门之外，八万四千法门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啊，来断烦恼啊，断贪嗔痴啊，你才有救啊，才能跳出轮回啊。要断呢，不是福哎，福不行哦，福只有净土法门可以哦，就像石头压草一样啊。要断要扶住啊，不起现行啊，只有净土法门就特别重要了。这时候佛也可以帮我们，帮得上我们的忙啊。佛力帮什么忙？世界佛国宏愿接引，你看，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有断，是一个凡夫嘛。娑婆世界的环境不好修啊，我们没有办法修学成功啊，不能够断烦恼就不能成就啊，不能了生死啊。所以佛就创造一个很好的修学环境，提供给我们学佛教大学，在西方，一起念佛教大学在西方。阿弥陀佛欢迎你，阿弥陀佛欢迎你。你不要佛给我们面子我们还不领情啊，那就傻瓜到家了。所以我们在家里面读书很难成就，佛就办一个学校可以帮助我们修学，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好的所在，佛很慈悲欢迎我们去，可是怎么去法呢？这个世界不在我们地球上面呢。看阿弥陀经念了半天，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一个佛土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百万一个太阳系耶，这么远啊。你不用担心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太远了，我们找都找不到啊。可是在我们临命中断气的时候，还没断气的时候，那一刹那佛就来接引我们啦，不需要找方向啊，不用担心啊，在哪里啊，西方在哪里啊，不用担心，佛来带你一道去，还有菩萨都帮忙，很多你过去生中的这个六亲眷属啊，他们在西方极乐世界跟你有缘啊，他都跟随佛菩萨来接引你往生啊，跟头一套来接引。所以这个佛力就是帮这个忙啊，这种的忙八万四千法门里面都没有，唯独净土法门有。所以佛力帮忙，这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得利太多太多了，便宜占得太大太大了。我们今天修行的目的不必用在断烦恼上面，只要用在哪里，求往生就行了。一起念求往生就行了。可是求往生与断烦恼也有分不开的关系哦，能够断烦恼当然更好啊，品位就更高啦，对不对？九品莲花啦，就很更高了嘛。不能够断烦恼呢，能够把烦恼压住，就跟石头压草一样，控制住它，不让它起现行，就可以往生。要不然临命终的时候，你还贪爱不舍，你还会生气，看到一个冤亲债主来了，你还不高兴，哇，一念嗔心堕地狱，知道吗？一念贪爱变恶鬼，看到老婆还年轻，舍不得。不肯走，老婆你不肯改嫁啊，我才断气了。有没有这种人？有，我们看过啊，助念都碰过这种人啊。你别再给我给啊，答应我才断气。那老婆是口是心非啊，想答应又不敢有勇气，为什么？说不定还可以再嫁啊。哎，现在的妇女啊，要她守节啊很困难的，真的难啊，真的啊，受到现在的这个风俗潮流的影响啊，希望晚来老年的时候找个老伴。七十岁还结婚呢，我的天哪，没头婚呢。你看到老人还有九十岁结婚的，报纸登的很大，才八十岁，有真的有，台湾就有，还庆祝一番呢，还唱着结婚进行曲呢。哎，他们不知道啊，老人是希望工程啊。离佛越来越近啊，离阎罗王也越来越近啊，看他哪一个近啊。这老人也要念佛才行啊，要赶快修行啊，时间不多了啊，把握光阴啊。好，既然我们要控制这个烦恼不起现行，可以往生，品位虽然低了一点点，但是往生之后啊，不要怕品位低啊，一生还是会成佛啊，寿命是无量寿啊，你怕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只要你一到西方，所得到的利益，所得到的好处，
实在是不可思不可议啊。弥陀经疏钞演义，弥陀经要解都说得非常的详细。那么自立，我们要先谈谈自立，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啊？这里面给我们提了三个纲领，是我们自己一生可以办得到的。第一，方便福祸，要扶助烦恼，这是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佛号再念的再多都不行。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佛号虽然念不能扶烦恼，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口念弥陀我心散乱了。第二，待业往生，念待业习种子不待现行，你烦恼没有断，能够扶住，这样可以往生。如果烦恼还在，念念当中都有烦恼，这可不可以哦？没法子往生哦。烦恼的根没有断，决定不起现行，这个也很难体会。譬如我们的贪心，贪有贪的种子啊，贪心起来的时候是起现行，贪心不起来，种子在，贪心没有断，带业是带种子，念带习气，绝不带现行。所以我们平时在生活里面就要注意，要练习不让烦恼起现行。烦恼就是七情五欲，常常在心里面起这种念头，佛号念的再多也是枉然的。所以佛号如果变成有功夫，就是能够把烦恼给压下去，烦恼才起来，一句阿弥陀把它换过来，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就把烦恼给压下去了。烦恼起来只有第一念，第二念就变成佛号了。第一念是烦恼，第二念念第二念佛号就把烦恼给压下去了，这叫做念佛人啊。各位是不是念佛人啊？有没有这种功夫啊？第一念烦恼起现行，第二念是转成阿弥陀佛，要转得快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所以要转得快。遇到顺境了，我们人很容易起贪心嘛，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贪心不起来。遇到逆境起嗔恨心呢，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第二念就把它压下去了。有这种本事才能大业往生啊，初期的时候不太容易压得住啊，这个方法用久了，用熟了，生处转熟了，熟处变生了，才能控制住，控制住烦恼。立刻念头一起来，立刻就警觉，这一句佛号就是警觉，确确实实能够把妄想妄念控制得住啊。如果功夫好，把烦恼给念断了，连习气种子也没有了，这就是念佛三昧，这就是禅定，得到定啦。这个定能够断烦恼，这断烦恼就是四依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假定功夫更高了，从定中开了智慧了，智慧可以破无明，无明破了，就是理一心不乱。我们念佛不是常讲功夫成片吗？是一心不乱吗？理一心不乱就破无明，自己就成为法身大士啦，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土，与华严经的境界完全相同，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别教是地上菩萨，也就是禅家讲的见性成佛。到这样的境界，于句佛号念佛的方法可以达到，可以成就。所以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怎么讲呢？一起念，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心开就是理一心不乱呐，明心见性呐，只用这一句佛号，不用任何法门，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从除烦恼到明心见性，就是这一个方法。所以在这，所以这是在法门里面最为殊胜、最为特别的一个法门。第三，当生成就，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一起念，当生成就的佛法。当生成就的佛法，这是讲自力，自己具备这个条件，佛力才能帮得上忙啊，才能够与阿弥陀佛
感应道交嘛。好，下面三句说出这个法门殊胜的功德利益。第一，超出三界轮回，念。我们都讲过了，出三界是非常的困难，通途法门来讲，现实烦恼不断，没有办法出三界。净土法门才是真是特别，现实烦恼没断，能够出三界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来接引啊，是阿弥陀佛把我们给带出去了，横超三界啊。第二，了脱分断生死，一起念。分断生死是六道轮回里面的生死轮回啊，从此以后永远摆脱六道轮回的生死了。第三，皆不退多补处，皆不退多补处，这是讲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退转，生到西方之后功夫每天再进步不会退步，而且到了西方之后多补处啊，这是说环境太好了，不像我们现前娑婆世界这个环境啊，破缘太多了，多半的人都是迷惑颠倒啊，我们不知不觉就被他们拖跑了，还有邪知邪见啊，对我们学习会有障碍的咧，会使我们犹豫不决啊，无所适从啊，这是我们眼前修学上所遇到的困难障碍啊，不晓得要学哪一个法门啊。西方极乐世界则不然哦，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多半是补处菩萨等觉菩萨，程度跟佛没有两样啊，无量无边的佛来教化你，这个福报太大太大了，补处菩萨的德行之见啊通通都圆满了，跟佛没两样，只是不在佛的地位上面，除了这个之外啊跟佛没有两样，这个福报真正大，这么好的修学环境，你要是不晓得去选择，自己要去吃苦头，要去苦修，想要达到这个境界，难如登天，太难太难。所以这是给我们介绍这个净土法门特别殊胜的地方，各位听过没有啊？有听没有到，我不是白讲了吗？所以啊，这一段是依照经典啊，告诉我们修学的方法，这是《弥陀经》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弥陀经》的正中分里面分为三大段：信、愿、行。信、愿、行。《弥陀经》的经文虽然不长，但它的意蕴呢、义理非常的丰富啊，不是绝对不是浅学的人能够看得到的，一定要依靠再来人。古大德来帮助我们，请他们来做导游，给我们解说说明，我们才晓得经典里面所蕴藏的意蕴呢、非常的深奥，非常的丰富啊。全经的纲领首先是叫我们要建立信心，一起念，建立信心。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列举了六条纲领啊，第一，信自，信自己，信自力。第二，信他，信佛力。第三，信事。第四，信理。第五，信因。第六，信果。每一条都说得很详细，拜托各位仔细去看，好不好？黄念祖老师的这个老居士的新生录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六信啊，弥陀藕益大师的六信很重要。信什么？如圣莲量，真实不虚。佛说的话都是圣言量啊，不会欺骗我们的，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实实在在有，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有许多优点是我们这个地方所没有的，修学这个法门一定要下决心把这个世间舍掉，如果还留恋这个娑婆世界，一根草一样东西你决定不能往生，这个世间什么东西都要放下，有一丝毫的留恋都不能成功，去不了的。愿啊，这才是真信呐、愿专修往生，趁愿再来，一起念。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我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与这里的众生都建立了许多的密切关系，生生世世互为眷属，有很深的感情在。现在要把这个感情一刀两断，才能够往生。往生并不是不顾他们这个眷属，不是哦，是到了西方成佛了，才再来，才有本事度这些众生，才能够帮他们的忙啊。四弘誓愿里面讲到断烦恼学法门，在我们这个世间办不到，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办得到吗？在娑婆世界绝对办不到。所以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到哪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才能够做得到。再告诉各位，学其他的法门实在是不聪明，不是法门不好，而是我们不聪明。为什么？不管你学哪一个法门啊，到后来还是拐弯抹角，还是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走了很多的冤枉路。为什么？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能成无上正等正觉。学其他的法门可以成为正觉，可以成为正等正觉，但是不能成为无上正等正觉。想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非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所以修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到了最后还是要到西方净土，岂不是绕了好多的圈子吗？走了好多的冤枉路吗？对不对？哎，什么不同意啊？不相信正言量啊？佛语真实不虚，你不信啊？那还学什么佛呢？信啊，信都没有表示，大声一点。对呀、啊，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还不直接去信土呢？这个事实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各位都听过吗？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学的法门都不一样啊、哦，那就是说所学的是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到最后讲到无上正等正觉，普贤菩萨怎么样？十大愿王倒归极乐，一起念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倒归极乐，说明了无上正等正觉只有在西方极乐世界完成，可见这个法门的殊胜啊。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本的弥陀经，弥陀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精华纲要啊，所以说是华严奥藏啊，法华密髓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法华经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成佛的法华，弥陀经无量寿经就是法华经的密髓啊，精华啊。所以你看华严到了最后怎么样？倒归极乐嘛，就归到弥陀经。弥陀经可以说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总结论，最后的归宿啊。所以要发愿求生净土，趁愿再来，千万不要舍不得这个娑婆世界，那就糟糕啦，永远不能成就。有信有愿还要有行，念有信有愿还要有行，行就是修行啊，不肯修啊。一定要修正自己的行为，符合西方极乐世界的标准，换句话说取得西方极乐世界的资格，要符合他的德行标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作恶，都是善人，诸上善人，读过吧？而且是上善之人，上善之人心里面会不会有恶念？没有恶念。心里面会不会有杀盗淫妄？还会有没有贪嗔痴慢？都没有嘛。这个人啊，是恶人，如果还有贪嗔痴慢的话，这个人就是恶人，不是善人。表面上装善也不行，还是去不了。所以李老师李炳的老师常说啊，这个台中莲寺有二十多万同修啊，能够往生的也不过是四五个而已啊，大家听了吓一跳啊。原因是什么呀？不够标准。你看一天到晚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念，心里面是贪嗔痴慢杀盗淫妄没有断，不是善人啊。极乐世界善人才能去，所以善男子善女人佛一直在叫啊，喊我们的名字啊，
我们是不是够资格符合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呢？不够资格，赶快念弟子规，赶快念了凡四训、汉传感应篇，好好的把人做好，念佛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一定要断恶修善。那么修行有正住双修啊，有正行和住行。正行就是持佛名号二六十中这一句阿弥陀佛不能够间断，一起念莫间断，莫间断，用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住修呢是止恶修善，一起念止恶修善，要持戒，持戒的意义就是断恶修善，这样可以达到心不颠倒的目标。那么功夫上的要求，每一声符号都要记住信愿行这三个条件，是修净土的三资粮，资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符号里面真正具足了信愿行，你的心一定是清净的，决定是上善之心，不会有一个恶念，自然就能够与西方净土相应。至于念法呢，你念六个字四个字都可以，初学最好念六个字，恭敬一点啊。南无就是皈依恭敬顶礼救我度我的意思嘛啊。哎，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大声念、小声念、粗声念或者是默念，随自己的方便，厕所也要念，默念，知道吗？有人说上厕所不念，还是要念，不念就念厕所的烦恼了。不是乱想啊，真的叫默念，开口念、出声念不恭敬，这时候一定要默念啊。你觉得哪一种念法念得得力很相应，你就用那一种念法。每一个人的根性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念得很快很色心，有的人念得很慢胡思乱想，对不对？就看你的状况嘛，你用速度你自己调，只要色心啊，只要能够念到一心不乱的方法就是最好的念法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念到心地清净就好了。真正念佛人佛像就供一尊，你们这里供的太多了。供一尊阿弥陀佛，为什么？求一心不乱。心本就是一本弥陀经或者是无量寿经，专一呀，其他什么都不要。古来的大德专修净土的都是这样修的。印光大师你看他的房间里面就是一起念一尊佛像，一个香炉，一本经书，一个蒲团，除此之外一个死字挂在旁边，一天到晚看，我快要死了赶紧快念佛。所以功夫能成就啊。印光大师是我们的榜样。莲池大师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八万四千门让饶与他人行。所以你们去行去行啊！我是专门念佛，搞别的法门一定耽误自己。古德堂讲半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所以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求，只求临命终的时候清清醒醒阿弥陀佛来接引，这就行啦。至于什么品位高下通通不要管，不要跟阿弥陀去谈条件，我要上品上身，哎，不要谈条件，这样才能成就，才能够真正的念到一心。好，时间有限啊，就不能讲太多了，看看有什么题目问答的，来我来看看一下哈。不过还是利用十分钟把最终的结论讲一下好不好。我们刚刚讲事有特都讲过了净土的重点，那么最后讲到事有特别，说明净土法门的特殊。我们从比喻上来讲，然后啊，再做个比较，这是这个比喻是古德讲的，如竹中虫求出，一起念，如竹中虫求出，竹竿里面是一节一节的竹竿，里面有一只小虫，它想要出去脱离竹竿，就表示要想要跳出三界，跳出轮回。他中节节上穿，念，他中节节上穿，八万四千法门就是他中。其他的法门采取的方法就好比小虫要出这个节，出这个竹子之外，要一节一节的咬，竹有竹节嘛，好多节啊，
咬着咬，一层一层往上窜，爬到顶端才能爬出去，要费好多好长的时间呐、要经过好多好多的难关呐、说不定咬到一半就怎么样死啦，寿命短呐、那么镜中从旁破出，念净土法门不是速出，而是横抄。速出太难了，就例如签到，有六欲天，有四禅天，有四空天，要修十三业道，四无量心，四禅八定，才能出得去呀。签到尚且这么不容易的出过去啊，何况是出世间的圣道啊？可是净土法门特别，是横抄的法门。虫子，这条虫子从竹子旁边向旁边咬，竹子外面呢还有什么力量呢？竹子外面还有个大石头，常常刮台风啊，竹子在大石头上面磨啊磨啊磨啊磨，已经磨得差不多，所以小虫子很容易从里面咬出去，里应外合吗？对不对？很短的时间就咬破出去了。这个风啊，台风啊，它这个石头啊，是比喻什么？佛力的加持啊，所以净土法门比起其他的法门实实在在的要快得多了啊。那么其他法门与净土法门我们来做个比较啊，一起念，他先解而后修，他先解而后修，不管是哪一个法门，首先要把他的理论方法境界啊完全了解才能够修行，所以他的顺序是怎么样？一起念，信解行证，信解行证。如果你不明了就去修行，通通都是盲修瞎练啊，不会成就的。一起念，盲修瞎练，盲修瞎练，不会成就，不会成就。那么静先修随分解，念静先修，静先修随分解，随分解。净土法门是解行同时的哦，修就是念佛，解跟行是同时并进。你干嘛要听经吗？求解嘛，对不对？读诵嘛，经典是求解嘛。所以解行是同时并进，一定要理解解行才会相应啊。解行同时，解行相应，这就容易了吗？他如步，静如车。一起念，他如步，静如车。其他法门好像是在走路，在步行啊，相当的辛苦啊，腿会酸啊，会累啊，会肿啊，会破皮啊，会流血啊，有没有？走长途行军，你们当过兵没有？哎呀，那脚的起水泡啊，好疼啊！真的，那个走久了，打野外那些走行军打仗啊，走久那个皮那个鞋子不能脱哎，一脱连皮都下来了，看过没有？苦啊，各位啊，在家容易啊，出外难呐、真的。那么净土法门就好比坐车子一样啊，舒舒服服的啊，还坐便士的，对不对？很稳得很啊，稳稳当当，不震动了，就到达目标了。但是我们要上车要靠什么？上车靠自力，上车靠自力。你不上车，佛会开门，佛也不能把你拉上车啊。你自己要开门上车啊，上了车就是佛的事啦、就开动啦、把你带走啦，那就是佛力了。一起念，上车之后。就是佛力，就是佛力。上车之前，那是自力，那是自力。你要不要上车啊？要哈，坐车舒服啊、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来这里走路来才得了，走到天亮吧。没气力怎么上台讲啊？对不对？太累了哈、所以各位啊，净土法门真是又稳又当又容易啊，不容易着魔啊。一起念，修行以念佛为稳当。自力多磨难，所以我们二力法门净土法门魔障就少了，有佛力在加持你啊，你真正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你真发菩提心，阿弥陀就派25大菩萨保护你啊，知道吗？一切妖魔鬼怪都不能靠近啊。问题是你有没有发菩提心啊？你是真的还假的啊？这个问题在自己啊，不在佛啊。所以要了解自己的缺点，赶快改正过来。所以各位要记住了，我们现在修学求佛接引这一段是靠自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靠佛力加持，那个增上缘，太好太好喽、下面是难易的比较，一起念，万中难得一，
你修其他的法门，一万个人难得有一个修成功的，其实一万万个都很难修成功一个。那么一起念，万修万人去。有一句话嘛，有名延寿禅师不是说吗？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听过没有？这讲得很清楚了吗？净土法门太容易啦。有名延寿大师说啊，一万个修，一万个去啊，一定要，但是有胆识哦，但是一定要如理如法的修，才能够达到万修万人去的这个效果。确实靠得住，又稳当又快速，这是净土法门的特殊殊胜之处。听有不？好，听有就好啊。如果有智慧的放生，不要选时间，不要告诉人家，秘密进行，知道吗？不要选择地点，但是你要不要放到海里，淡水鱼不要放到海水里面去啊，这要选择啊，要有智慧啊、哦，这就是有智慧啊。如何看清五欲六尘，尤其是年轻人，哎呀，五欲是什么啊？就是财色名食睡吗？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吗？好可爱哦，好迷人啊，好诱惑啊，动不掉啊，挡不住的诱惑啊。年轻人一起念，莫道到老方修道，莫待到老方修道，孤坟都是少年人。所以我们年轻人有无常的观念，你不能保证你可以活到老，知道吗？因为这个世间大灾难一来，大海啸一来，不管你是老的少的，全部下去，知道吗？棺材里面装的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不是，是死人，知道吗？所以要早日觉悟，早点修行，早点学佛，趁早脱离六道轮回，否则这一生人生一失，念万劫难复。修行要趁早，英雄出少年。所以年轻人要赶快修啊，做大英雄啊！你看六祖大师24岁就开悟了，蔡元熙老师才32岁出来讲经说法了。所以要认真修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清楚啦。第三个，请问怎样放生才如理如法？这个讲过了哈，只要你要有心，放生就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不要被妖魔鬼怪灌入我们的慈悲心，他说放生不好，你不要受当，知道吗？诸功德宗放生第一啊，知道吗？很重要啊，除了正行念佛就是戒杀放生，正住双修，所以不要听邪知邪见，什么环保问题，什么问题，你不要吃肉就是最好的环保问题。对不对？那些人都是吃肉人讲的，妖魔鬼怪就怕你放生啊，功德太大了。但是要懂得智慧，有点放生问答，看一看就会知道如何去放。弟子已经学佛了，也开始持素，想请问家里的锅子餐具以前都用来吃肉的，是否要全换掉？一起念，要惜福，要节俭，不要浪费啊，锅子洗一洗就好了嘛，不行再加点盐水洗一洗就干净了嘛，懂不懂？还是青蛙跳水，不懂不懂，那就麻烦大了。这个太简单了，不要执着啊！你吃素啊，真是嘴巴放生，功德无量啊！莫邪学佛已多时，也常在道场帮忙。近来有感踏进道场，不再生起欢喜心，是麻烦大了。却把同修们的是非人我看在眼里，连自己也开始起烦恼喽。而且很想抽身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道场，这种心情是否对道场里的人事失去了信心，或是在修行的道路上也一定会有此种情形出现呢？一起念，六合敬最珍贵，真道场六合敬，假道场没合敬。所以各位，道场主事的人，道场的执事理事特别重要啊，那是佛菩萨在担当的呢，佛菩萨是慈悲众生啊，
让众生都到道场来修啊，结果你没有处理好道场的事情啊，让大家起烦恼不来道场了，到哪里？到赌场了。你们这样做事不是推众生到地狱去了吗？所以各位主持道场的人真智慧，心量大，知道吗？要懂得善巧方便处理道场的纷争，处理道场的障碍。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所以你要问自己是不是真修啊？不要看人家的是非了哈，不要看道场的过失来护持正法道场，他看到你这样他会感动，知道吗？你看你老老实实念，我怎么还起那烦恼呢？对不对？他会见贤思齐的，他会反求诸己的。初学时常听闻佛法及看经典开示，若有所领悟，不知是真知其意还是狂慧错解，但又没有善知识来请示，请问大德如何得知是真错或错解？一起念：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错解如来真实义，错解如来真实义。现在错解的多啊，真解的少啊，麻烦大了，所以要听经闻法开智慧。你不要光你读诵归读诵，你要求解，要听经，你不要自己去解。不要相信自己的意识，没有证得罗汉果之前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佛讲的圣物信如意，念如意不可信，所以不要随便相信自己的错觉幻觉，自己的意识，你要到正果之后，阿罗汉果之后才能真正相信自己的意识哦，否则那个意识都是幻觉哦，不是真正的，会有错的。所以一定要依照圣言量就没有错了嘛。所以你要听经解释，要听净空老和尚的这个是最这个讲的最好，我觉得。目前我所了解法师讲经里面，这个老法师是第一大善知识，你们认同吗？我们想学都学不到，很惭愧啊！哎，虽不能至，来心向往之。只要努力终究会成功。哎，莫学发现现在学佛的人常常随缘来方便自己啊，随缘嘛，对不对？打个麻将随缘吧，抽个烟随缘嘛，跳个舞随缘嘛，麻烦大了，以致无法升起慈悲心，亦如慈树啊。比如有客户请您吃荤食，但是要是否要恒顺众生或坚持不吃？如果不吃，客户生烦恼，请问如何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恒顺善缘啊，不要恒顺恶缘，知道吗？要有智慧去分辨啊。因为客户想要请我吃饭，他一定请我吃素，为什么？我的形象就是吃素牌嘛，对不对？你要把你的形象啊表现出来啊，诚意中行意外，大家看到你就会念阿弥陀佛。真的，我经过警察局门口，我还没有举手敬礼，他们先跟我喊阿弥陀佛好。真的好玩嘞，你就等于招牌的渡人啦，知道吗？所以你要把你的形象一定要弄好，所谓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大家吃荤的看到你都就觉得哎呀我要吃素才行啊，你有那个摄受力啊，这样懂吧？妹妹懂吧？你为什么当妹妹你知道吗？不知道，听 VCD 啊，拜托那个会长多发行一点，我最近很多哈，请大家帮忙一下。大家喜欢听王警官吹牛吗？请问我们佛友发心参加助念，万一有众生附在身上或者跟谁回家，哎呦怎么讲的那么可怕？这种境界如何对治？卖家啦，众生无边誓愿度，一起念，要和平共存，不要分别，一起念佛，知道吗？不用怕。请问我们佛啊，这个讲过了，吾家有女初长成，长在深闺人莫知，那最好就没有烦恼了。大家都知道他外面跑来跑去的，一起念，女大不中留，留了惹人愁。如何要嫁
要如何教导他辨别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哎呀，一起念，保持距离，以车安全，男女有别，不要乱来。一事如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生，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所以射字头上一把刀，事不迷人人自迷，不要跟着感觉走，保证你会上大当。女人的感情重啊，男人说 I love you forever， 你完了，被骗了。所以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你以为你他会永远爱你啊？一起念，情思多疑偶阵雨。说话不算数啊，现在人就是这样子打妄语啊。所以啊，要有智慧啊，不要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保证你吃亏上当。要理性，要有理智，不要随便谈恋爱，乱爱啊。一起念，恋爱，乱爱，乱爱。古代啊，没有恋爱的，媒妁之言，念，父母之命，没有离婚。现在你看看乱爱的，离婚一塌糊涂啊，世界大乱呐、啊，破坏世界和平啊，头婚结婚，要、知道要结婚不能头婚的、啊。要看清楚对方的人品最重要啊，适不适合谈恋爱嘛？他又没有经济基础，啊、哦，又还在求学阶段，像谈恋爱分心呐、啊，书念不好啊，而且还容易产生后遗症呢，发生关系还要堕胎，要杀生，哎呀，问题很多啊。所以，甚至于死最重要，开始最重要，不要开玩笑。啊，少吃肉，记住，情欲就减少一点，肉食会让你产生。很多的情欲啊，很多的欲望啊，很容易迷失自己啊，真的很麻烦啊、哦。现在人都很喜欢，哎，刚刚讲过，还要听经文法，听这个王警官讲的两性关系，有啊，我也讲啊，有没有？这里有没有？如何面对两性关系？出了两套 VCD， 还有录音带都有啊。那会长没有去拿到，那会长要加油，各位会长都要加油啊。真的要法轮常转呐、啊，才是会长啊！一起念，法轮常转，才是会长。哎，现在人都很喜欢说随缘呐、啊，太多的使用随缘，会不会变让人觉得随便呢？随缘有智慧，随缘有智慧，才是真随缘。随缘没智慧，那是假随缘，那就是随便。好，阿弥陀佛怎么念佛才会扶住烦恼，请慈悲开示。今天有个年轻人就问我怎么念呢？妄想纷飞啊，你不念你更妄想纷飞啊。一起念三字真传，老实念，老实不容易啊。怎么样念？我告诉你们，好，印光大师的十念记住法，我们刚刚不是念了吗？念一句，心里面要记一个号码，就跟数钞票一样，记一。第二次就是二，记到心里面，不能数出来，不能念出来。你看，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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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号码记在心里面，记得清楚，不能跳号。念听记都清楚，一起念。念听记都清楚，就能扶住烦恼了。好，好，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讲，但是先不讲了。如果你不是念的这个速度，你念阿弥陀佛后，阿弥陀佛这样怎么念呢？念的时候一样念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那个字啊在空中放光，那个阿弥陀佛四个字，你可以过。可以想到他在空中放光，知道吗？就不会乱想了。阿弥陀佛，念很慢嘛，容易起妄念了、啊。你就是想那个字，听得很清楚，又想那个字，就不容易打妄想。
一样可以记那个号码，再加上那个号码，把我们那个乱心、千心万心的乱心啊，给绑起来，叫他不要步步跳，他搞啊，心猿意马，葫芦胡乱跳啊。这位师兄笑得真格、啊。真性情啊，笑声就很朗很爽朗啊，啊，性情中人嘛，啊，好好念佛哈，啊，嗯、让父母求生净土，啊，才是大孝子。可是要如何引导他们学佛呢？你要更孝顺，知道吗？你学佛了之后，你更为体贴父母的心，会帮助父母去伺候父母。父母觉得你，哎呀，变个两个人呢，是由坏变好。他才相信学佛真好。如果学了佛脾气硬、脾气傲、脾气怪，哎呀，他看你怎么搞的，是不是着魔了？他才不学呢，他还禁止你学佛呢。所以要学佛要智慧啊，要学佛的智慧来应对进退啊，六度万恨嘛，啊，很重要啊。所以要听经闻法，深入经藏，你有智慧，你自然能够度你父母啊。你看我爸爸摩门教，我妈天主教，我太太基督教，我在基督教结婚的，一起念佛法无边，佛法无边，全部都皈依佛门了。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学佛要认真一点，要读诵经典，了凡四训三百遍，记住，读诵经典的原文文言文哦，你这里华文程度不够要读五百遍。提升华文程度最快是读诵了凡四训、弟子规、太上感应篇，这几个基本的，你太上感应篇、弟子规都会背的，三字经都会背的，就背了凡四训，读它五百遍就会背了，花一年的功夫就可成功了。所以啊，年轻啊，这时候不要爱玩啊，哎呀，小美出来一下好不好？不出去就是不出去，我在读诵经典啊。长期定物来放生是功还是过？你这个长期不要跟一家定，啊，而且长期你不要告诉他日期，不能跟他讲啊。但是做三皈依和念佛回向，请还有要去众生那个归放生的那个给他三皈依，会不会？那个道正法师有个放生仪轨，很简单嘛，一张纸嘛，啊，就可以照着做。今天就不讲了，好吧？没有那么多时间。如果我全家都是基督教徒，只有我先生和我是佛教徒，他们都希望我们夫妇能够去洗受洗，我又不愿意，请居士开示。你要好好求佛加持他们，你要好好的做你的榜样，尊重他们，学佛学在心里面的。那么受洗呢，你跟他讲啊，这个人的每一个信仰我们都要尊重，知道吗？他爱你，他就会尊重你啊。除非他很阿爸，很霸道，那就比较蛮，他业障就比较执着比较重。很多基督教徒很博爱的，他不会逼你，他很尊重你的。但有的比较执着，他就一定要你受洗，不然我就把你揪掉，不要你当太太，那就麻烦大了。如果是你碰到这种事情，就很难，就很麻烦了。真的，这是你的缘，他那个缘不是很好。夫妻之缘，一起念。夫妻之缘，有善缘，有恶缘。善缘，无缘不和。而你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所以你了解这个人际关系了，你更要好好修啊，知道吗？修行是修在心里面的，不一定要表现在外面啊。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好讲了，因为讲了会宗教大战了。现在联合宗教要普度众生啊，挽救世界和平啊，所以我们要尊重宗教很重要，彼此尊重对方。还有什么疑问？ Is there any question? 现场发问。我看你们都不想睡觉，精神好得很啊。再讲啊，好，再讲啊，当作结论。那么每一个人的警觉性都不一样，在场有差不多，下面还有人吧？起码有两三百个吧，两百个，这里就有一百多个了啊。这里有两百个、啊、哦，真的有，真的有。我眼睛近视眼了、啊，看不清楚啊。我们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比喻，人的觉性有四种啊、哦。比喻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心，
拿马来做比喻，做今天最后的这个结论。为什么？听完王景坤演讲，人是健忘的动物，讲堂里面哈哈笑，出了讲堂忘光光。所以我必须要提醒你们，高度的警觉心。拿五马来做比喻，马有五等，警觉心不相同。第一等的马是什么？固见鞭影而驰，看到那个主人骑着马要他走，鞭子一拿起来，有日光嘛，鞭子的影子在地上，他看到地上的影子，晓得主人要他开步走，他就乖乖的走，这是第一等的好马，不用你鞭子打下来。好比学佛告诉你这个情形，你一下子就觉悟了，一定要去跳脱生死轮回，不要人家督促你，自己肯发奋努力，精进不懈，一定能够成就，这是第一等的人，第一等的马，觉悟心很强。第二等的鞭着马尾而驰，第二等的警觉心就算差了一点了，他看到影子没有警觉心，必须主人拿了鞭子在他身上轻轻地拍打一下，他才晓得要走了，这才开步走。这就是在我比喻我们人啊，在生活当中遭遇到一些折磨苦难，发现人生真是苦啊，前面的是一等人，什么样的苦难没有经过，没有受过，但是他很聪明，一听佛就说，一听佛说对有道理，马上就开始做，马上就开始修，这是一等的。那么刚刚讲的是二等的，警觉性又差了一点了，要鞭子打到身上，轻轻的打。第三等呢是鞭杖小心而驰，就要重重的打，打得痛了，哎呀好痛啊，他才肯走，轻轻打不痛不痒，嘿嘿，他还无所谓，还不警觉，打了还不走，打痛了不走不行啦，所以警觉性又低了一等。就是有比喻人啊，受到了相当的苦难才会觉醒啊，才会回头啊。那第四等呢更差劲了，铁锥刺伤着陆，他警觉性太差了，怎么打他都不走，就用马靴后面的马刺。你们看过骑马没有？骑马那个有马靴嘛，马靴有那个刺很尖的，就像马的肚子嚓一下子刺他的肚子，很痛啊，忍受不了了他才肯走。就比喻人啊，遭受了大苦难啊，九死一生逃出来啊，他才觉醒啊，他才觉悟啊，才肯学佛啊。第五种马啊，这里没写，第五种马是什么？马刺刺得下去，他倒地不起，死掉了。前面的四种马都还有救，佛还能够救，就是这第五种马太钝根的了，佛也没办法救他。所以各位一定要警觉，现前这个大时代非常的危险，脱节引轨，世界和平非常的脆弱，什么时候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知道啊，非常的麻烦啊。人类历史上到现在怎么可能会拥有五万颗核子弹，没听过啊，这是50年之内的事情啊。所以各位要晓得啊，一起念，万事莫如念佛集，要把念佛当作真正重大最迫切的一件大事啊，不能再蹉跎岁月了，不能再浪费光阴了，不能再糊里糊涂了，不能再麻木不仁了，不能再浑浑噩噩了，不知今日何日啊，今夕何夕啊。一个911一来，砰，马上就灰飞烟灭了，人死不了啊，死了就没完没了了，死了就不得了了，惊恐而死啊，一定是三恶道啊，懂了吧？所以我们现在要有高度的警觉心，看到我们这个昆仑喇叭这个佛教会啊，大家一个一个都很不错的样子，当然还有净宗学会啊，大家都同山道友嘛，互相往来嘛，彼此赞叹嘛，不要分别太厉害啊，不要分别哈，佛法啊是让人觉悟的方法，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只有自己是凡夫，你自然不会瞧不起人了、你要向他学习的。当我们懂得善知识是我们的知识，恶知识也是我们的知识，见贤思齐，见不贤的内自省，看到好的要学好，看到坏的要警惕，不要去错，不要去重蹈覆辙，
哦，时间有限啊，哦，已经叮了一声了，不能再等第二声。一起练，见好就收，见好就收，不要赖在台上不肯下。我们念佛回向，来，我们再跟着一起念，大家一起念吧，十声好了啊，三声三声四声一起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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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向吧，太晚了，一起念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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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皆回向，同生西方。阿弥陀佛。啊，谢谢各位，请楼上的同修，请楼上的同修啊，请你稍安勿躁，请你们坐下。我们很感恩今晚上啊，王警官来为我们说法啊，我们很感恩，我们念佛恭送啊，王警官下楼。我拿一下哈。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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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大会的指示，继续的念佛，大会会啊安排你们下楼。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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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